Hello，下午好，来欢迎大家收看表弟好主意现场烹饪节目，来谢谢大家准时的出席啊，来跟今天的朋友们请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啊，请分享我们的视频，谢谢你们。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来谢谢收看，谢谢收看，也谢谢支持我们今天的现场直播啊，我们点赞哦。帮我们点赞一下，支持我们一下。哇，明天就是 Holy Day 啊！但是我们还是一样照做啊。麦迪嘎，麦豆嘎，麦迪嘎啊！你没有看过麦迪嘎？全部都加。最近有一个现象哦，在他一下专家讲的啊，一个税务专家他讲啊。百货起价啊，那么有吗？降价对不对？但是人民的收入没有降价啦，不是，我们储蓄率还更高。嗯，为什么这样讲呢？华人储蓄率都很高了。啊，但是、哦、如果有工作的啦，都储蓄率很高，因为没有什么地方去花钱了、啊。来 ，Coco， 谢谢五十个欣赏。但是那天，Mickey 的老婆去买一包福建面，两个人吃了27块。啊，包两人份了，真的27块啊，不是开玩笑啊！我也吓到啊！我吓到，我说我也不搞错。真的是27块啊，不是开玩笑。两个人吃的，啊，福建面啊，福建面啊，所以说，你有吃到吗？那福建面？我没有吃啊，你我孙我都不吃啊，那孙子吃了，我都吃饱了。哎，下午好，帮我们赖一下，杰英洛 ，Thank you， 100个欣赏，谢谢你的支持，谢谢。哎，大家下午好，我是表弟。看看我们今天煮什么？我们今天煮了啊，冬菇。啊，来冬菇。嗯，这个花菇来的、啊。花菇来的、嗯。啊，花菇就是跟鸡一起煮了。焖，我放在瓦煲里焖啊。啊，要来焖、啊。先煮了，不能再放在瓦煲里面。OK。包。就是我们有鸡肉啊。瓦煲啊。是，我加的是腊肠，腊肠就这样煎蛋的话就比较单调。煎蛋啊。我就放了一点大葱丝啊。哦，本来我要放红辣椒丝的，有时候单调也是好看的、啊。不要少说，不要啦，红辣椒丝你放下去的嘞，别让小孩子辣就不要吃啦、啊。那么就第三个是小米要放茶包菜，对，这个是我很喜欢吃的。这个我还记得小米包，我大哥也是很喜欢吃这个包。嗯，啊，小米你要跟小米跟蒜米一起。哦，浸泡了。你这里有小米多少？30个吗？这个小米对，30个的小米，蒜米多少？没有到30个嘛，这个小米是20个而已。20个的小米，对，蒜米多少？蒜米5-6粒这样啊，五六瓣的蒜米啊，一起冲啊。浸泡了就一起冲啊。OK 呢？我们就是 OK， 今天我们开始煮，今天可能可以快一点啊，尽量快啊。啊，可以往快一点啊，我要看电视啊。今天慧红没有来吃饭，就是因为她明天。庆祝生日，就是生日，他晚上他就自己叫东西来家里吃的哦。哎、啊，那可以这样啊，二人世界哦。嗯，不能这样啊。哎，我们煮完这个拿布盖先啊。我们拿布盖的话，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个鸡腌了它先。来腌鸡啊，这里鸡是半只鸡吗？半只鸡。来，我们用的是半只鸡。啊、海藻鸡啊啊。海藻鸡就是海藻。那讲到海藻了，这里啊，这里强调一下哦。啊。OK， 嗯 ，OK， 你先打一个广告先。OK， 来，我们这个宝康鸡啊 ，Bacon 嘛 ，OK， 它会捐赠5000套，哦，5000套是什么？因为每一套都有4包的鸡胸肉，4包的那个鸡排，说这个你不用腌制了啦，它自动帮你腌制了啦，就是你一拆开，你就可以来蒸，你可以来炸、来煮都可以啊，直接马上来吃啊。说100块一 set， 它总共是5000 set 啊。说、so, 每一套的钱呢，它将会作为慈善用途啊，就是拿你们的100块拿去捐款，就是捐借中大家买鸡又可以做慈善啊。说、so, 他会来做嘛，他会捐出100台的那个10公升的氧气机，每一台价值5000块啊。说、so, 捐赠给谁？马来西亚的政府医院啊。OK， 如果你们要订购这个宝康鸡的话。如果你是在雪隆区的话，请联络这个电话号码 ，OK，WhatsApp，OK，、okay? okay? 你可以拍照一下。
如果你是外播的，可能是怡宝、炳林、阿罗斯塔以上的，或者是南下的马六甲、九货那一带的啊，新疆啊，那、啊、你可以联络这里。OK， 东马和新加坡没有啊，谢谢你们。这里补充一下，九月一号，其实他的这个其实 Big Mac 的老板他已经是在七月多，七月二十一号就是政府要求这里公众监限这个氧气机这个氧气机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是就是筹备了筹备了了。那么现在那个氧气机已经到了，一百台已经到了了。那么我们会在九月一号现场直播。九月一号早上我们开始十点，我们会跑三间医院啊，会三间医院。那个时候我跟 Miki 会现场直播。哎，是我们。你一定要讲吗 ？Miki 跟我要现场直播会。我们把这个一百台的氧气机送给医院，做见证。我们两个做见证。我以为有人帮你抓鸡啊？没有，见证。你应该找一个人帮你抓鸡啊。你是全世界最好的主播哦。来，未必。在我来讲啊。Today I steamed the salted red bean pork rib 啊 ，so yummy 啊，对啊，你们可以尝试啊。OK， 我们换一汤匙的来半只鸡，一汤匙的酱油，我们来腌制啊。酱油。一个汤匙的酱油，我们放一个对，我们放一茶匙一汤匙的，来木薯粉一个汤匙啊。今天我们今天其实最简单的腌法，这样就这样煎腌啊，这样子就搞定了。来零零够，谢谢五十个星星，把它捞一下啊。其实可以的话，我们就腌它一个半小时哦，如果没有放，我们就是当然我们今天要快，没有时间。腌鸡最好是一个小时啊，到两个小时。那个是比较最还要小心医院有病毒啊。但是我们不是今天，死狼哦，今天才3500宗啊，明显的降低了。你要打针，真的要打针。那么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是，重要是这个重症者少减少啊，重症者最重要是重症者，就是代表我们的疫苗是有效的。严重者啦，重症者就是说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的那种以上啦。来，我们先热锅了，我们现在要炒这个鸡肉，这里就是我们做阿布啊，阿布鸡。好，我们第一道就是做这个，对，完全不要给它腌的机会啊，没有机会腌。这个鸡当然你也可以是直接去拉油，今天我不要拉油，我叫大家，因为拉油每个人说拉油很多油嘛，对，我们来煎一下。好，我们先煎一下。你可以选择拉油或者是煎。拉油的鸡肉是比较滑的，一定是比较滑的啊。我们 OK， 我要教大家如何用那种不粘锅，粘锅哦。你首先你一定热锅，一定要热锅，一定要热。嗯。锅底尽量给它热，越热越好，越热了啊，你不要理它了，给它热的不用紧了。你再做其他东西给它热都没有，因为这种锅啊，它不会烧到很过火，会坏掉，不会啊，它热不会啊。那么我们就是放油，放点油 放油。我也觉得你太棒了，太棒的主播，很出色，谢谢你的赞美。Miki 这是 Miki 是在如果烹饪节目来讲了 ，Miki 目前是不要乱讲话不要乱讲话。我都有时我都要给他问到，我都没有话讲了。他也不留情的哦，他不知道说是我是爸爸，那又尊重一点，没有了，直接给你了。因为为什么？大家自己人好做戏啊，对，大家都是自己人啊，不要做戏啊。今天都是简单的菜，对啊。那我们把鸡肉一片片的，我们放下去煎哦。好，我们煎我们鸡肉吗？鸡肉啊，我们煎一下。可以放它鸡皮向上，我鸡皮向下。祝福慧宏明天生日快乐啊！他每次生日啊，关在自己在家的。对啊，不然他过去他生日，他一定去，他一定去住酒店的。他买几千块的那个食物回来都不要恐龙分享。表弟天天煮给他吃啊，他都没有想过表弟啊。没有了，那你就就是养生孩子。生儿子比较好过。后来我现在发现啊，最好还是你啊。就是没有请你吃那一餐啊，你就记到现在啊。你天天都留守在我旁边，真的是最好是你。有，你看给钱给多一点啊，时常会贴着你。来，我们把半只鸡拿来煎啊。当然，
很鼓励你去拿来拉油了，拉油了，真爽。让它肉比较滑。在父亲中，儿子是最好的。对，女儿生日啊，订了几千块的那个日本餐啊，在家里啊，要带不要请我们吃嘞？哪可以这样的？我今天晚上要去哪家吃？啊，是那种阿莫阿莫。表弟说的对，你是最好的主播。啊，对。哎呦，有水分啊，鸡有水分的啊，稍微煎煎一下哦。那鸡你也是可以拿去炸啊，炸了干了干身，拿来焖也是可以。那很少人会去炸的，真的、啊，很少人会去炸。嗯。那我们来煎啊。自从认识了表弟好主意啊，原来焖的东西是要炸老一顿才来焖啊。对啊。我们在酒楼去拉油。有没有发现到他每次焖东西之前呢、啊、他会炸那个肉先啊，或者是豆腐啊，你焖的豆腐啊都是要炸一轮，这可就是广东菜啦、啊、豆腐你一定要炸啦，你豆腐我不也炸，你弄下就碎了啊。你其实最棒的主播，有问必答、啊、谢谢你们啊。 OK， 这个是属于不粘锅了，现在为什么我是讲的不它不粘锅，因为我们热了锅才放油嘛，它是会属于不粘锅，你看来表弟它是属于不粘锅了，你看它是属于不粘锅了的，我们不要误导现场的观众。这个是粘锅。对，你如果把它变成，但是我们这个锅可以弄到它不会贴锅。啊啊，这它是科学的方法，我们来煮哦。你看，啊、这个是基本常识，不是科学的方法。没有科学是这样的，你要热锅才下东西。你看我们煎到那啊，煎到那个鸡肉啊啊焦这样啊，这样不用看会烂会焦的这个。怎么不会焦呢？因为油不是很多。啊，它没有什么煎到的这样子。啊，有个颜色淡色的啊。可以放老抽吗？如果是这样，要颜色吗？哦，不要放老抽，不要。不用啊、嗯。今天疫情多少？谢谢。今天疫情啊，说9000啊、嗯。今晚煮什么？今晚煮这个，我们这个鸡啊，要配那个鸭脖盖。啊，鸭脖盖配那个冬菇啊。那煲盖今天是瓦哇叫什么瓦煲鸡，我们先煎这个鸡啊，刚进来的粉丝们啊，我们是半只鸡，然后切成块。我们腌制的方面呢，只是放一个汤匙的酱精和一个汤匙的木薯粉啊，你稍微腌制了半个小时啊，然后就来这里煎了啦，放少少的油来煎啊。OK， 煎到七个，然后差不多干身了哦，让我们就拿上来。非常建议你们用来那个啊、拉油的方式啊。帮我们煎了哦，今天用煎啊。来，不用再下油啊，还要再下油。用锡锅的啊，锡锅啊也很。来，我们放码头啊。码头。说我们有姜片和蒜米啊，还有青葱，青葱头啊。蒜米和姜片先放入进去爆香先。来，请问宝康鸡扒还要用粉去炸吗？如果你要炸的话，应该要上粉啊。嗯，炸，如果你要真的要炸就上粉。啊，你要上粉。啊，不用炸了，来一起煎就可以。啊。啊，如果你要健康的话，就 steam 啊。啊，烤啊。Omakase very expensive 啊，呀。哎，他打包的 Omakase 啊，不便宜啊。那讲次哦。How much is the watch？ 这个 watch 多少钱？来，我们轻松头啊。36cm， 648。36cm 啊。36cm 是648块，免油啊！啊，但是这个32有给油费是没油费？这免油，这个西马免油。西马免油啊。OK， 爆炸差不多这个五年保价最重要啊、哦！我们把冬菇啊，我们的冬菇要先用滚水穿烫了，能不能冬干炼干身啊？如果不喜欢菇，你就不用放了。啊，冬菇这个是冬菇焖鸡吗？哎，拿冬冬菇拿冬菇来放点菇啊。这个冬菇，稍微把它跟它爆香。鸡腌什么？一个汤匙的酱青，和一个汤匙的木薯粉啊。嗯。哎，我们就把我们的鸡肉啊。你去爱，好爱钱啊，人之常情啊，对呀、啊。啊，我们把那鸡肉放进去了。哇，好想吃这个鸡啊！今晚除了表弟的三杯鸡，好不好吃呢？哎，三杯鸡好吃哦。吃了多饭啊。晚餐啊，如果你午餐有问题啦，吃饭吃多点。来料酒两个汤匙啊、嗯，两个汤匙的料酒啊，倒下去啊，赶紧放入进去，我味道就味道就上来了，你啊。下午吃多点饭没问题的，晚餐啊饭少、嗯、少一点啊。你其实很有老板样啊，很好，你主播也很好啊，真棒，谢谢你。
咱们放水下去焖一焖哦。来，加入水，水多少？加入500 ml 的水。来，500 ml 的热水啊。水多一下，咱焖到它干。500 ml 的热水。你们国家生日，慧宏也是，祝他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谢谢你。谢谢。那天我写表弟煮豆腐猪肉睡不成功呢，你可以啊私信表弟啊，你拍照给他看一下，到底哪一部分做错了？豆腐来，现在表弟用了多少 cm 了？32 cm 啊？啊，目前没有货啊，没有货啊，只有36和40的。一汤匙的，来酱青一个汤匙，来糖一茶匙。一茶匙的糖，好，蚝油一汤匙，一个汤匙的蚝油，我们这是二嘎嘎啊！啊，我要想要买德国刀，还有吗？还有，你可以私信我们啊！祝贺慧宏生日快乐！谢谢，谢谢你们的祝福。我们这是要放一点点香菇，很少，对呀、啊。香菇你可以放多一点啊！来，半汤匙有没有？用啊，一茶匙。一茶匙的老抽啊，黑酱油一个茶匙啊，主要是上色啊。再来，应该一茶匙不够，两茶匙了。一茶匙半的。OK， 它叫一茶匙半啊。来，一茶匙半的老抽啊，老抽一茶匙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红萝卜啊，差不多要收了了。啊，你可以放一点大葱也是可以啊，如果你要。如果你不放也可以啊。来，我们。上一点颜色啊，放一点红萝卜、啊。对，我们去焖它，小火焖它。刚刚做的豆腐拌面很清爽，我喜欢。真的吗？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做豆腐拌面的。哎，其实不难吃呢。其实它的原名叫豆奶拌面啊。哇，你不，他们没有人喜欢吃的，你居然会欣赏嘞、啊？不大欣赏啊，不代表不。来 ，How many cases today？ 19000啊，啊，那个豆奶拌面呢、啊，我超爱吃啊。啊，但是他们不喜欢啊，他们不想吃冷的。This wok can buy 啊，啊 ，very of wok he 啊，啊。可以。When cook the roast pork， 来烧肉几时要煮？哇，可以，再我再。我帮你吹一吹它。On the way。可以，没问题的。这样我们煎蛋哦，这样我们在那边焖的时候，我们不要理它。我们煎蛋要焖多久啊？你慢慢焖，焖到它入味啊。其实萝卜是很耐焖的啊，可以放萝卜啊。那种甜豆啊，这个叫甜豆噻、啊。这种甜豆还有那个青葱啊。这个荷兰豆一焖下去。荷兰豆啊。颜色就黄了。啊，不要这样快放些，这个最尾的时候放啊，要上桌的时候放。来，我们现在进入煎鸡蛋啊。鸡蛋。鸡蛋跟那个腊肠。来，谢谢赞美，谢谢你们的祝福，慧宏啊，虽然慧宏不在这里啊，今晚就吃好料，到明天呢。来，请问表弟，晒油是什么？晒油是要黑酱油。哦，有这样啊，晒太阳的晒、哦、啊，叫晒油，真的啊。哎呦，我现在学到一个。黑酱油有人叫黑酱油，有人叫晒油，有人叫老抽，啊，就是三种了。How many cm the wok？ 我 reusing the wok 啊，这个啊。32 cm，、这个多少？这个36。36啊。这个要下个月尾啊。Next month 啊，你们如果要买这个锅，这个就摆出块啊。这个下个月尾啊。来，料酒和姜葱料酒有没有分别？姜葱料酒多了。比较浓。多了一个姜葱味。姜葱的味道啊。来，我们准备马铃薯粉勾芡啊。马铃薯粉我们放一点下去。OK， 我们放在四粒蛋里面啊。你可以放半汤匙的马铃薯粉啊，放水。OK， 半汤匙的马铃薯粉就是一个汤匙的水啊。然后你靠。搅均匀，然后放在四粒蛋里面。半茶匙的。半茶匙的鸡精粉。我们说四分，也不用太多。辛苦哦，看你放盐。没有，不要太多，我们少许的盐啊。来，什么是料酒？煮菜的酒啦。因为那个腊肠有味，有咸味啊。说你有没有放盐？有一点少许。少 pinch of salt， 少许的盐啊。OK， 我们的料酒就是你。新马人通常认识的是叫花雕酒嘛，煮菜都要放点酒的嘛，啊，就是这种料酒啊。OK， 来我们撒一点胡椒粉啊。没有酒粉，我倒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做的是 ，OK， 这个也是蘸锅来的啊。那么这个是黑钢铁锅，那么热锅的时候，我们就是做什么东西，我们都要热锅。热锅的时候，我们放油下去。
OK， 再锅热的时候放油啊，你看它冒烟了，放多一点油就没问题了。盖了油温了、啊。你放到它油多一点油的时候，你放多久的油，然后把这油倒掉。啊，深夜厨房可以浇糕点吗？糕点他们都是西式啊。所以如果锅很热的时候，你可以放两次，倒掉两次。啊，倒掉两次的话，就是代表你这个锅已经这个油就不会贴了。啊，这锅已经是等于不贴锅了啊。啊。如果你很热的时候，你可以拉出来，对吗？深夜厨房啊，他们都是做西式的糕点啊。如果中式的糕点，他们可能不怎么强项在那方面啊。来，我们的洋葱啊，紫色的洋葱，这有多粒？这一粒啊，一粒啊，你可以放大粒一点，这比较小粒。啊，我们这个洋葱爆香，然后放我们的腊肠，腊肠，腊肠多少条？腊肠啊，腊肠可以三条。三条啊，晒了就变黑了。这个我们就会这个。来，我们放萝卜丝啊，这个葱如果切丝是最好啊。萝卜丝和青葱丝放入蛋里面啊，这个蛋我们已经调味过了。可以看一下马铃薯是怎样吗？马铃薯粉啊，马铃薯它的包装是一个风车粉的包裹 logo 这样子啊。Is it a chicken powder softy？ 啊，它是带咸的，带咸的啊，但是它是不是来吃啊？它是来调味用啊，啊，它是。咸的啊，我们这里焖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哦，小火焖它，慢慢焖它，焖到它入味。来，蛋放什么？你鸡蛋是有放？ Okay， 它的这个这个腊肠炒出有点味道，也有点出油了啦，我们就放下去了。我们湿地蛋有放什么？刚才啊，放盐。嗯。少许的盐 ，pinch of salt， 啊，半茶匙的鸡精粉，半茶匙的鸡精粉，啊，胡椒粉少许，少许的胡椒粉，啊，那么我们就放那个半汤匙的那个，少少的那个勾芡粉啊，啊就是马铃薯粉啊，对 对 ，OK，、啊、来，黑铁锅有32寸的吗？32cm 吗？有啊，有啊，嗯，32和36啊，对，来，这炒菜锅多重啊？这个很轻，要比较轻一点，要轻一点啊，1.多公斤啦、啊、，OK， 现在我们这里是湿地蛋啊。让我们再放来吃地道，锅用红色工具是什么做的？硅胶，会融吗？它不能，热度不能超过200度啊，200度它真的会融掉啊，起泡啊，会起泡，这个是硅胶厂来的。你好像你在炸东西你就不能来炒啊，太热啊，炸东西你就用木的东西啊。来，简单的家庭式的菜啦。今天是完完全全家庭式，因为家里都常常煮的菜啊。哎 ，very nice， Mickey， I could not find in YouTube Lim brother and sister。哎，你可以去看我们的 pin post 啊，你按 creating 的 pin post 啊，你有放吗？没有，我先放下来了。哦，你放下来了。来，你可以 PM 表弟啊。你打兄弟姐妹，或者是 Lim brother sister 啊，你要连在一起啊。Cannot find Lim brother and sister。很多人找不到，在 YouTube 找给你啊。要关锅的时候我们找给你。腊肠煎到黑一点比较美啊，比较有焦味，比较好吃啊，是真的、啊。香啊！请问是用 A 蛋吗？啊，这个是 A 蛋来的。A 蛋来的，没有错啊。来抛蛋啊！很久没有进来了，来，我也想念你啊，欢迎回来。Welcome back。没有几久啦，上个礼拜还是见到你啊。来，谢谢四千人的，来，谢谢你们。我们关小火那边，慢慢。叫煮福建焖生面啊。福建面焖生面、啊。来，拜六煮哦，拜六礼拜这样啊。哇哦！这个煎到很香哦。这个蛋好吃嘞，通常这种啊可以来配粥啊。我也是找不到兄弟姐妹 Chris 啊。首先我们先给大家啊，好，我们慢慢火煎到它啊焦焦焦。哦，原来很多人都找不到啊，不然你在冰铺说一次了、嗯。等一下我们节目完了，我们拼在我们的，不要再给来叫大家再找一下。前些时看到兄弟姐妹，这两天找不到啊。换了锅、啊，表弟可以随心所欲的炒蛋啊！这个是大炒的锅的一个模式啊，所以我就会。
那种酒楼哦，这种啊蛋啊，这样子的类似这样的蛋很畅销咯，几乎啊每一桌都会有这道菜。芙蓉蛋什么？啊，芙蓉蛋啊，通通不要翻过身啊，看到没有？I also cannot get it 啊，表弟，你建议你直接放 link post， OK 啊，是最好。OK， 现在我们做了，不用洗锅啊。啊，米奇有天天看到我吗？你有留言我就看到你了。OK， 要留言啊，要留言我们才有，还有那个。Ready already、啊。OK， 我们现在不用锅都不用洗啊，有一点那个腊肠味啊，腊肠的油味啊，还香。就是、哎，这个是包菜啊，包菜啊，包菜是一粒是吧？对，半没有，半粒，三分之一啊，那你大小粒啦，三分之一啊，请问几粒蛋？四粒蛋啊。包菜呢，我们分两次炒啊。哦，很多人都找不到，够力啊。Mickey, how much is the wok for frying the omelette? Next month, end of September, 才有卖这个锅啊。I think 100 something, 120块左右这样子啦。Induction stove can use this wok 吗？ Okay. 不可以， cannot. 这是 traditional 的啊，是不能用电磁炉啦。你其实找到三姐妹在吃那包表东西啊，弟弟叫到炸着。好，I make it the wok 32cm. What is the price? This one 啊，这个三十，目前只有36和40cm 吗？我们三十六 cm 的是啊，这是带钉链吗？带钉链的铁质，36cm 是648块，40cm 的是698。Okay, 我们小小锅啊 ，Fire warranty 忘了放虾米吗？虾米还没有放啊，后后尾还放了，它还是继续焖啊。我们分两次炒，包菜分两次炒很好吃的啊。啊，包菜炒两次很好吃啊，来，重点是炒两次啊，我也是找不到，很多人找不到啊。第一次啊，就是炒它的卵啊，第二次才那个，那水分没有这么多了啊，我们再拿上来。好。叉烧，义卖呢可以在这直接这里下单吗？义卖呢你要在这里啊，你直接联络他们就可以了。看着站在你，看你啊，你看你哪一区的？如果你是 KLA 列的话，你是这里啊。我给你拍照一下。如果你是其他的州属的话，这里啊，只限西马。其实Big Mac 的老板就做得很好的是，他不是让我卖了5000套哦，我才能，他是先买来的，他是1月1号，他已经给了这个钱出去了。反应不是很热烈，因为我不是一直在推广，反应不是很热烈，真正才卖1000出套而已。啊，当然我们说什么行，这个就是行商又可以自己买到个比较优惠的价钱的。看到你煮腊肠，我也想煮了。今天表弟心情不好哦，没有在状况啊。当然啊，辉宏吃好料没有教我们。对啦，我连拿相机的人都没有力啊。都没有力啊。来，20克的那个虾米。虾米。20克啊，然后我们的那个蒜米啊，大概5-6瓣啊，中碎它一起洗一洗，中碎它，然后来爆浆。The what you are cooking now? Do you have 30 cm? We have 32 and 36 but, end of September. 九月尾啊，还下点油啊。Titanium what got 30 cm or 32? 32还没有来36。只有36和40了，暂时32要等一下。来，米奇做梦没有看到你在小妹啊，坐中间啊。这个、表弟，我已经要求很多次了，你其实要煮你妈妈的菜，香菇、瘦肉、笋啊。哦，那个买不到笋。表弟很会这样子的啦。因为买不到笋啊，你弄笋啊，不知道要买就买了咯。上次我看在 market 有，我就买了。啊。我又没有去，我。
我有看见 Brother Caesar 的视频啊，惠宏做月饼，面包做的月饼啊，你们可以尝试哎。今天做的兄弟姐妹，惠宏做的懒人月饼啊，好吃啊，我没有试过呢，什么味道？对你弟弟讲好吃嘞。来，我们再包菜炒第二轮啊。嗯。来，放入包菜。为什么要炒两次才好吃？啊，第一轮是炒的它，但是比较包菜有水分啊。第一轮我们是过油炒一下。来，有烤温吗？有。这个有烤温，来第，像这样子，来第三。不要放水啊，全程不要放水啊。嗯，我们放糖。一茶匙糖、我们半茶匙的鸡精粉，半茶匙的鸡精粉，三分之一茶匙的盐，三分之一茶匙的盐啊，少许的胡椒粉，少少的胡椒粉啊。表弟 ，How to soak the sea cucumber？ 来，海参要怎样去蒸？怎样浸？海参蒸浸泡海参的话，第一个你不可以弄到水。哎，不弄到油，不可以弄到油。OK， 来，一滴油都不可以啊！一滴油滴下去，你海参就完蛋了啊！就是直接进清水就是了。对，然后你开始拿来回来的时候，如果过去我们海参有这样的，如果海参是很黑的话，我们稍微拿一火去烤，稍微去烤一下。好，我现在海参比较白了啦，比较没那么黑。这个女儿不会做人，是啦，害我要吃那个包菜配蒜米那个虾米啊！我买了你的锅啊，但是会贴啊，尤其是煎蛋啊，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来请赐教。要热锅，首先热锅啊，锅要很热啊，热了然后再来下油啊。我们放酒，这个，还料酒啊。料酒嘞，哇，好多虾米，有钱真好。这个是虾米很香。等我。焦煮青瓜。哦，开动。黄瓜是啊，青瓜是黄瓜啊。可以。来，祝福大妹惠宏生日快乐，我们放一汤匙的平安健康。然后炒到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谢谢。来，半汤匙的料酒啊！来，兄弟，一个汤匙的料酒啊！惠宏去哪里吃大餐？家里啦。不能去上汤匙啊，就打包回来。Oh my god， 谢啦 ！Oh my god， 谢，打包回来。那是千多块啊，几千块我看。没有了几千啦、啊，你不要乱讲啦、啊。感觉好像惠宏有钱这样的。还有叫其他东西？不要，可能喝酒那些啦。啊，没有两人世界，别讲了。没有啦，他想到啊，我们感谢如果也订我们那一份的话、啊，我看他、啊、这里五千块都不抵吧。没有。啊。然后去 YouTube 对，这样炒就很好吃啊。你们要去 YouTube 啊，找兄弟姐妹就可以了。OK， 我们看看一下我们这个要做的东西。表弟顶呱呱，谢谢啊。I just try 啊 ，You selling non-stick wok 啊 ？This is 这个会 stick 的，这个是贴过来的。我尽量不要，现在以后我会，因为不粘锅有寿命啊，真的有寿命，你们不会用啊，可能不会用的人半年就搞定了，不会用的人可能弄到两年三年啦啊、哦，会保会养锅。啊，表弟，你没回答，其实要煮香菇、瘦肉、笋。我怎么买到笋就是，其实很容易煮了。你不如寄笋给他，比较快一点了。人家惠宏要两人世界啊，你要做电灯泡。啊，直接到了，原来包菜要这样煮啊，平时放了虾米。炒香了就直接包菜了，这样炒半生啊，能很香。这个好香哎、欸！今天煮，今天很快就煮完了，很不习惯哎、欸。来，之前买盛天的一干比利时啊，表弟心里去啊，为什么炸了会都不脆口啊？来加水啊！炸的是炸的你炸的关系。OK， 炸鸡也炸我们讲了一下啊，酱鱼子你要脆啊，你只是在外面。外面那一层脆，里面是炸不过透，不可能脆的、所以不能大火，要一直在温火里面去慢慢震它，火一热就要关小火，火一热就关掉火，就慢慢去焖它了。OK。How much and size of the wok you use for frying cabbage 啊？那个包菜啊，那个锅啊，三十六cm。How much 啊？然后 hundred something 啊，还没有卖啊。没有卖。Next month。OK， 水加多少？没有，全部我们一定要用拿布嘛，我们一定要有点水分在里面啊。大概加一点水了啦。我再试味一下。对，你们在 YouTube 打兄弟姐妹就看到我们了。这个锅是可以用铁铲来炒菜吗？可以。
啊。OK， 我们最后下一茶，哎，一茶匙的，来一茶匙的鸡精粉呢、啊。哎，真快，很多个月了还买不到笋吗？我是在吉隆坡、哦，我们是在马，我不是去那个巴沙买菜的，啊、我是加耶罗斯。加耶罗斯没有笋的，没有笋就没有得买。嗯、啊，好、哦，而且那个英国巴啊，加巴顺是很容易煮了、哦。啊，对我来讲，因为我们都是乡田人，不可能。啊，来，我们勾芡啊，马铃薯我们勾芡啊。Nowadays, no more the notification. Cannot find yesterday live show. How? After the show end, you just scroll down in our page. Scroll down and find our the live video for yesterday one. Why, 表弟 did use the for this yen walk 的那个 Wonder Shares 啊？因为我们这次是在推这个啊，推这个锅啊，所以一直会在用啊。来，我们用砂锅。这个如果可以的话，你拿稍微去供一下。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正地放下去。来，这个 crab 要怎么开锅？啊，你震它，震它几个小时？震水啊，震几个小时啊，然后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啊？什么？没有啊。哦，比较少蒜没有炒啊，等一下滚一下就有了。所以我一直觉得你的菜没有炒一下。嗯。是你做错了噻，就是要油稍微拉一下。它的那个荷兰豆啊，还有那个青葱，等一下滚的时候搅一搅就可以了啦。等一下吃到很深，你就吃完它。对了，这个荷兰豆很容易熟的。哎，如何保养不粘锅？啊，不粘锅，你每一次煮完菜你涂上一层油啊。但是不粘锅的寿命啊，永远都是比较短一点的。你不管买什么啦，你的不粘锅都是有寿命啊。你看，我相信很多人买不粘锅，我用了半年、一年都。好像228了，表弟的锅 一年后就很多人来问他了。为什么嘛？当然，如果那个时候你如果那个时候你要这样做呢，你要热锅。啊，热锅。你要热锅才放油。那么有粉丝跟我讲，哎，怎么会找煎蛋？那么我去到他家，我煎蛋给他，我煎蛋给他看。我煎蛋不会去。因为你要热锅，来，可是盐你要热锅。请问进水这个阿布啊，是要冷水还是热水？冷水，后锅的、啊。Yes, correct. The small pea cook very fast 啊。来，请问这个橙色的锅多少 cm？ 这个包啊？28。表弟我订了阿布啊，一个星期还没收到，8月24号订啊。在等啊。8月24号，啊，又遇上公共假期啊，啊，他拜六礼拜那个、啊、那个没有做啊，那个房都没有寄啊。表弟今天心情不好，怎么嘞？不懂，总是看到你心情不好。会不会这样讲我嘞 ？OK， 你在那时候，这是阿布哦，你要弄到啊，在那个他们打开了有一种香味啊。嗯，我加一个，来一个汤匙的料酒啊。我们在最后来放点淋上去啊。啊，来放。香到隔壁村的麻油啊，对，来芝麻香油一点点，转一圈这样啊，再给它滚一下就可以了。好，来，谢谢你们留守，谢谢你们的支持。猫咪老那个那个头，OK， 先煮菜快一点哦。煮完了，哎，好开心！其实我蛮喜欢这样的速度的，啊，今天没有焖东西啦，啊，有啊，有焖这个、啊，这个不是很久啦，啊，喂，好开心啊！今天的时间，我超喜欢。OK， 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那个我们的那个腊肠啊，腊肠煎蛋啊 ，OK， 你要拿刀来切啊？没有，你不要，不是，你来。Okay.然后我们有这个包子，这个我从小到大都喜欢吃啊，我妈妈时常煮这道菜给我吃啊。兄弟姐妹是在 YouTube 还是 Facebook 也有 ，YouTube 也有 ，Instagram 也有啊，我们三个地方都有啊。来，表弟不要给女儿影响了心情啊，雷你大你世界啊，刚才不吃醋啊，蹦极开心啊。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阿布啊，
哎呦，超正啊！香啊！香香香香，哎，牙膏盖下去，那味道就跑出来了。惠鸿青春永驻啊！谢谢你的赞美，这个锅好用啊，我也有，我有这个锅我有用啊。哎，今天就是我们煮了这三个道简单的家庭式的菜。最后呢，我还是我身为宝康鸡的代言人，那么我有责任是把这个这样的慈善的活动介绍给大家。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啊 ，OK 来，所以我再念过一次啊，来，给我三分钟的时间来。OK， 宝康鸡啊，他愿意捐赠五千套的宝康鸡，它的配套啊是每一套啊有四片的那个鸡胸肉，四片的鸡腿肉，每一包的都有腌制过了，每一包的味道都不一样啊。所以一 set 有八片啊，卖100块啊。这100块呢，它会100%啊，将会作为慈善用途啊。OK， 为了什么？他要捐赠这个100台的那个。氧气机啊，就是呼吸机啊，它捐赠给政府医院啊，马来西亚的政府医院啊。OK， 如果你们想要吃鸡的话，如果不介意的话，你们可以私下订一下表弟介绍的这个宝康鸡啊。OK， 你们有吃过的话 ，OK， 所以又可以做慈善啦。所以这里是 Plan Valley， 是雪隆区的，你可以私信他们啊 ，WhatsApp 他们。然后这个是外播的，就是。北上南下的啊，西马报的啊，好 ，OK， 这里就是这里属于这个，全部是100块钱。OK， 100块钱呢、啊，它是有什么？还送一个这个袋啊。原味的鸡扒，这个是鸡扒入味的鸡扒，然后这个是薰衣草的鸡扒，还有青咖喱的鸡扒，还是它的那个胃口是 random 给的。他们很推荐原味，所以这个不是他们有。OK， 来鸡胸肉啊，鸡胸肉有印尼风味。OK。原味的，当然两个原味，它每一套都有两个，因为他们特别还有一个野菇味啊，因为原味你才会吃到真正的那鸡肉的味道啊，鸡肉的那个会 feel 到那个感觉在那里的不同。如果你们买包，他会送一个这个像个环保袋，这四个包包就到时将会送整这个就送给你了。OK， 你可以是写这个大鸡爸爸啦。这个是一个慈善活动，那么我们会在9月1号的时候早上，应该是是10点多了啊，会做一个直播，到时会看我们的时间的安排啦。OK， 好，OK， 这里有一个有一个问题，表弟，我锅一个月还没有到啊，退款又没有消息，怎么办好啊？麦哥 ，Mr. Busy， 麦哥，那买什么？买你的锅。买我的锅。一个月没有到。买我的锅有这样的问题啊，麦哥，你私信表弟啊，私信我，你给他的那个你的那个什么那个令什么令下单了啊？没信件，你没信件我先，我就跟你处理，是不是叫单号那个东西啊？单号，你先没信件讲我会跟你沟通啊，我自己会跟你沟通。Okay. 没有理由啊，一个月了咯，如果有一个月你早就要跟我讲了啊，因为应该没有问题的，我已经卖了一个月是已经是对，已经收到很久了，可能我产品卖的产品超过应该大大小小我的产品卖了超过至少30000个啊，从来没有超除了第一批的我们的锅要等2个月多过后就没有了，超过一个月是很夸张的了，这个我都不能接受啊。来 ，Mickey method of cooking 啊 ，grill air fryer。来，这个全部都可以 air fryer 都可以 air fryer， 全部可以 grill 也是可以 air fryer 烤这个鸡是特别好吃的特别 air fryer 是特别好吃哦。那么你可以拿去煎，拿去蒸，好，真的好像这个拿去，这个就很好，这个简单，这个是健康的，这个是真的是鸡胸鸡胸是给那些做 gym 的人做减肥的人，他整包拿去，普通人可以吃的，不一定要做鸡吧？我吃很简单啊，我水滚的，我整包放下去。盖一盖10分钟，我就，但是要退冰啊，10分钟我就拿上一次了。水滚盖下去，关小火盖住它，然后10分钟就熟了了，整包这样放下去，因为这个是可以拿去煮了，它可以耐热了。因为他一直坚持等你的锅，所以等那么久了。他等下会私信你啊，谢谢你。私信我一定要先私信我。也要谢谢你支持我们。因为没有我不可能有这样，一个月就是可能是那一些。可能技术上的错误，不可能的，太久了。阿问可以吗？这个阿问可以，可以阿问可以蒸，拿去蒸可以，拿去煎也可以拿来普通煮也可以这个可以来煮啊，
这个就简单了，放下去煮，水煮啊。那如果你要健康，不要有油，也不要拿去煮，因为鸡胸肉是这样的。OK， 谢谢你们。最后感恩感谢大家，来，我们做尾啊，行。I post the contact again. OK, Ken， 来，我给你们演拍一张啊，演拍一张。OK, three, two, one, again, three, two, one， 来竞拍 Grand Baby 的电话号码，也可以联络他们啦。321雪隆区的，然后这个是外播的，就是南上南下北上啊，西马坝的啊。OK， 谢谢你们。啊，这个如果你们说，哎，如果你靠近 Mickey Mark 附近啊 ，Mickey Mark 附近啊有八间啊，Mark 啊，你可以去 Mickey Mark 买。你说我要做慈善的配套。啊，他就会选给你。来，请问如果是包在水里面要包多久？啊 ，OK， 退冰先。第一个你要退冰啊，退冰啊 default, 放下去了十分钟左右。10 minutes 了，啊，水滚，你放下去，关小火，盖。OK， 如果真的不熟啊，你再包久点。熟了，十分钟一定熟了。你水滚了啊，水要滚啊，要退冰，水要滚，放下去，关小火，盖住它。啊，一定熟了，十分钟一定熟了。Okay. 啊，如果你怕的话，你不煮12到15分，但是十分钟已经熟了。啊，因为它不是它这鸡，这个是鸡胸是很大个的啦，啊，好大嚿的，盖烘啊。OK， 来，啊，谢谢你们。啊，最后谢谢大家，我说啊，我心上最热了。来，我有WhatsApp他们没有 reply 啊。啊，等下表弟会跟他们讲一下。Okay. 啊，为什么我表弟我看不到重播，你可以再试一下我们官网的直播，你们可以去看啊。OK， 大家要看那个 YouTube 嘛，找不到哥兄弟姐妹啊。其实兄弟姐妹很简单的，你今天真的很快哦。你去 YouTube 先 我们去 YouTube 吧，你去 YouTube 吧。OK， 你先。打一个这里找，你看 Lim Brother and Sister 啊，Lim Brother and Sister， 连在一起了，你按下去就出来了。对，只有两个影片嘛。那么如果你可以打兄弟姐妹，如果说哎呀 Lim Brother Sister， 我要打兄弟姐妹，我写兄弟姐妹啊。不用来写啦，兄弟姐妹是啊，兄弟姐妹也是出来了，你打兄弟姐妹也可以在 YouTube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有个人啊，四个人头了。 OK 啊，兄弟姐妹或者 Lim Brother and Sister 是连在一起的。好啊，最后感谢大家，我们明天明天国庆啊，祝大家有个愉快的这个假期啊，明天5点半我们准时见，拜拜拜，看我没有找到那个竹笋。OK， 拜拜。